好吧。好。然后让我欢迎凤姐。耶、大家好。心情太重。我刚才就是有点怕，我待会自己就出镜，所以我要敲个门。好的。好，那最近听说有一些工作职缺还不错，大家要听。不要听的意思。第一个我觉得应该是资源回收，然后资源回收应该就是，不是全台的资源回收，现在是特别是那个济南路跟青岛路口那边非常缺资源回收。然后呢，我强烈建议各位，如果你有厕所，你有垃圾要丢的话，那你有厕所。如果你有垃圾要丢的话，你一定要特地带到济南路或青岛东路。为什么呢？你去那边呢，我跟你说，你这辈子丢垃圾没有遭受过这么大的礼遇。把垃圾交给他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收就好，我来收就好。来来，都给我，不用分，不用分，给我就好，给我就好，谢谢。你遇过有人这样收你垃圾的吗？然后就觉得这实在太有趣了，我就前几天上礼拜天我就去做一下初体验。那我去那边，我就在济南路口那边，我就在那边收。然后因为我那天要提早走，所以我就没有穿雨衣，我也没有戴口罩，就戴手套这样子。然后我那天穿了一个大红背心，我后来就觉得惨了。那边基本上既然路口嘛，所以很多人会进来，然后大家看到这样的奇景纷纷拿起他的相机开始拍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穿着雨衣，每个都长得一样，只有我一个人很显眼的站在那边。谢谢。我那天晚上就很紧张去那个 PPT 看一下网络上的表示板，我觉得害怕。哈哈哈哈哈哈。这是点对不对？笨板。还好没有接到。好，那个第二个工作呢？第二个工作就叫做，就是最近很流行这个工作，拜托，就是很缺，就缺报名。那报名工作性质是什么？你只要坐下来就好，你只要坐着就好。对，你工作内容就这么简单，然后你就可以得到报名这份工作。那这份工作呢？它的待遇，我来跟大家解释它的待遇是什么。它的待遇就是你有吃不完的东西，基本上跟老板差不多。那有吃不完的东西，有基本款啊，有没有人要吃饼干？有没有人要吃面包？有没有人要水？这都基本款。我那天看到的进阶款，进阶款是什么呢？啊，有没有人要吃水煎包？那、啊、有没有人要吃葱油饼？然、啊、后有没有人要甜粥？还要附上一个正妹的笑容，这工作还不错，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下。对，那一样都是做着不做事的工作，我觉得比较差的工作就是那个行政院副秘书长。对。他比起来，他就是一个比较差的工作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他就是过了一个晚上，隔天早上起来，走进他办公室一看，发现他的太阳饼被吃掉了。然后呢，订了三个月好不容易排到的屏东来的蛋糕也被吃掉了。那些人就这样三十秒不到就把他蛋糕通通吃掉了，然后也没有逐口审查，他已经非常的悲愤，然后顺序还在他键盘上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，就是肖副秘书长他心里有多悲痛。对，我觉得他很悲痛，请大家为他默哀三秒钟，一二三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那就是呢，我舅舅那天就打给我，跟我说，那个我跟你说，我有订一百盒那个宜兰，我舅舅是宜兰人，我订一百盒宜兰的那个益顺轩的那个贵人蛋糕，然后送到那个立法院那边去，送到物资站去。我一听我都傻眼，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就说啥也说，我怎么了？我说萧家琪他都没有东西吃了，行政院现在物资缺乏，太阳饼不见了，屏东来的蛋糕不见了，你把那个桂圆蛋糕寄到立法院干什么？我就说啥也说，对，然后我就赶快就叫他改地址，改到那个行政院去。那寄到行政院就是希望那个萧副秘书长就是可以收一下我们这边，就如果因为屏东那个薪资盒他其实有点难订，他要三个月才会来，所以就如果不弃钱的话，你可以先吃一下宜兰的蛋糕嘛，可以先抵一下你。对，那最后在这边建议大家说，就是咖啡店的东西就是又贵又难吃，就如果你想要吃好一点，然后看一个免费的表演的话，大家可以去咖啡轩一百那边当报名。好，我的报名，谢谢大家。好屌。